我的身心好像彼此在拉扯着，我的心好像越来越失去了平衡。特地把你找出来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没事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想跟你说关于山菜的事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。哎，去找个好的男人吧。我们两个是没有希望的，不要再等下去了。去找一个可以疼你、保护你、爱你的男人。从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他一个。还好，我今天还在想，如果你找我出来是要我做女朋友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不会是要再来第二次吧？其实你知道我们俩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山菜才是你最喜欢的人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跟你约定，如果我下辈子的话，你一定要选择我。你白痴啊，傻瓜。他在笑，感觉上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笑容了。我竟然会为了这种小事喜极而泣，这样的我真像个白痴。我相信小子一定可以给他幸福的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？默默守护山菜吗？默默守护就是那个假表哥啊，一介入你们之间，还有星河跟小优家的问题啊。你的障碍实在是太多太大了。我不怕，你说的一切我都不怕。我唯一的障碍，只是因为山菜的心。不过我现在不会考虑那么多了。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会尽全力争取他。阿四，你要加油哦！我会尽全力支持你的。谁都不能挡在我前面，阻止我争取他的决心。哎，经理不是说你今天本来不来上班？哦，我本来有点感冒，想要请假，然后休息一下，觉得真的好多了。OK， take care， 谢谢。Hello， 是你啊？对啊，好久不见。我来两次你都不叫我，好失望哦。Sorry， 你还有点什么？我今天等你下班，去你那里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有约了？没有啊。骗人！难道你交女朋友了？没错。你以前说过不是不会对女孩子认真的吗？哎，他们那边有个人一直盯着你。不抽烟。你怎么知道这里？我去骗我妈那些手下。很容易嘛。那你找我干嘛？你是不是喜欢山菜 ？Sorry，
看你那么震惊的表情，我还以为你要讲什么嘞。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是第一个让我有念头想安定下来的女人。你觉得意外吗？其实，不管你给我什么样的答案，我都不在乎。那你来干嘛？它是属于我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这句话。再见。方女士，对于一个已经不属于你的女人，死缠烂打，穷追不舍，你不觉得自己难堪吗？你管好你自己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就方寸大乱，只要是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会崩溃。如果你是要来奚落我的话，请你走开。对不起，上次对你做的事情有点过分，因为我身边的女人全部很轻浮随便，所以 sorry。 世上有很多事情我都不关心，一切的感情包括亲情还有爱情我都不当一回事，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变了，变得很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。应该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的吧。请你不要再碰我了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按照你的方式交往。你待会有事吗？我要去打工。我送你去。三菜，请好了。他是谁？哦，他是亚门，这是清河。你好，亚门。那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打工啊。我顺路送他去。清河。没事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三菜为什么会跟道明寺假表哥混在一起？明世，干嘛？那个，什么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哎。你就说啊。天气真好，这种天气真想在路上随便走一走。不是叫你不要胡思乱想吗？你还在想什么？下午要不要请假？我们出去吧。可不可以去一个不花脑筋的地方？去游乐。